这样也被还原过去了。唉，你总算是醒了。嗯，亚维特，为什么你也在这里？啊，苏珊娜，你不会真的被吓晕了吧？难道你连我们的任务目标都忘记了吗？任务？这里？是什么地方啊？也就是说，不灭之刃小队接到了任务，到这里进行调查，我们却因为敌袭和幽兰戴尔大人他们失散了，因此被困在了这里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奇怪，我的确有受困的印象，可我应该是被困在了世界炮之中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世界炮？我的确听你讲过类似的经历，可那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。七八年前？怎么会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在世界炮里睡了过去，一觉醒来已经是八年后了，何比苏珊大人那样？再或者我像幽兰戴尔大人那样，在做任务的时候受伤磕到了脑袋，一下子失去了七八年的记忆。不不，这类事情怎么可能啊？白日梦吧。苏莎娜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消沉可不像你。喂，拿出 A 级女武神的气魄来，我们再去找找出口。A级女武神？是啊，不久之前你不是终于通过了 A 级女武神的考核吗？我们还邀请了幽兰戴尔大人他们一起庆祝呢。你不会连这么重要的事也不记得了吧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还可以成为 A 级女武神，这是真的吗？亚维特，快打我一下。好疼，真的不是梦。那是当然了，你通过考试的那一天我就一模一样的给过你一拳呢。怎么样，这下可以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吧？虽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明白，但是力量是不会骗人的。无论亚尔维特还是我，好像确实都变强了。苏商大人从前说过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就借着这个势头，一边寻找出口，一边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吧。好了，亚尔维特，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我们一起去找出口吧。看好了，亚尔维特，在成长为 A 级女武神的这段日子里，我可是学到了不少侦探级别的调查技巧。根据经验，真相都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细节之处。跟我来。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，我们换个方向调查吧。还是什么都没有。苏珊娜，你的侦探直觉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这个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吧。这里呢？好像也不对。不行了，根本什么线索都找不到。毕竟在这之前，我们已经对这里进行过了地毯式的搜索。通信工具没有响应，附近也找不到任何离开的线索。还有那些废弃的建筑物，
总觉得里面埋伏着怪物。这样下去要怎么办？又出现了！之前就是这些怪物，害得我们和幽兰戴尔大人他们断开了联络。苏珊娜呀，苏珊娜，你可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乌鸦嘴！怎么是他们？哎，数量比在岩雪圣城的时候还要多，这样下去我可应付不来啊！不对，还不能轻易下结论。如果真的经过了八年，我应该也会有所成长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我现在已经是 A 级女武神了。果然还是完全不行呢，这敌人怎么也消灭不完，体力也快要被耗尽了。月提鞋之前第二位特，小伤而已，不过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情况就不妙了。苏珊娜，我们还是用那个办法吧。我明白了，伊尔维特，我来掩护你。准备，撤退！这下可糟了，苏珊娜，这里！这下可糟了。总算安全了，伊尔维特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一点小伤，简单处理一下就好，不用担心。对于女武神来说，战斗留下的伤痕，也是一种很帅气的徽章呢。伊尔维特，对不起。好啦，苏珊娜，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，只是皮肉伤而已。对不起。明明你才是伤员，却还要你安慰我，都是我太弱了，才会害得你受伤。我真是个不称职的队友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是不称职二人组了吧？和幽兰戴尔大人他们比起来，我们既没有超凡的天赋，也没有强大的能力，连作为充人数的预备队成员，都会和主力队伍走散。进而失去联络。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女武神呢，会不会一直在给队长们和大家添麻烦。明明也和大家一样学习训练，却总见不到成果，越是想要做好就越是容易惹麻烦。是我还不够努力吗？是我不够聪明，不够勇敢，还是什么？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。他们真的找到我们了，幽兰戴尔大人，丽塔大人，我们在这里。等等，苏珊娜，小心脚下。这种时候。还是要低下头看看吧。前辈，抱歉前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也怪我凑得太近了。倒是你，这下彻底清醒了吧？嗯，我已经反应过来了，绮罗前辈会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刚才那些果然都是梦吧？也对，一下子变成 A 级女武神什么的，也太不现实了。将这种现象简单说成梦，其实并不确切。他们的成因比你想象的要更为复杂。